我是 DTeam 的队长，然后这个队伍组建大约三个月。我们昆山 SA 俱乐部已经成立一周年了，就是打训练赛就很严肃认真嘛，其他的私下的一些爱开玩笑嘲讽下队友。你们这边路太骚了，有时候骚的有点过头，把自己骚死了，但我们正面还是能扛住。我们战队就是特别团结，对，就那么简单，特别团结，做什么事情执行力都非常高的。优势的话是我们每个人的实力非常的比一般的都要强，对。来了，哎，别打，炮车死掉，但还有兵线，这里孙策已经没血了，炮兵线还没有，我感觉差了一大步。昆山 SC 不可能打赢我们的，他们拿头打都打不过我们。我肯定是我们赢，我们有200%的信心。四有波甲可以站起来，但是后面一个橘右京直接打出了名刀。这个他对这个应该有误解。我觉得我们在西安能把他们打败，我们能复仇。对，应该没有负担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只要状态好的话，打这些都是非常 so easy， 非常简单的。对，那两下让我们恭喜。来来来来。DTeam 加油！我们要拿中国，拿世界冠军。